欢迎收看《魔兽英雄传》第36期，这一期依旧是天灾军团的大人物阿努巴拉克。他生前是强大的蜘蛛帝国艾卓尼鲁部的国王，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，统领着强大的蜘蛛王国盘踞在艾泽拉斯北部的诺森德大陆。这也是唯一让巫妖王头疼的种族，因为他们天生对精神控制免疫。蜘蛛之战随即爆发，阿努巴拉克带领的子民全力对抗着巫妖王的进攻，可没有一个尼鲁布人倒下，便有一个地穴恶魔站了起来。到了最后，天灾军团在数量上取得了巨大的优势，横扫了艾卓尼鲁布王国，并清空了王国地道的防守者们。国王阿努巴拉克也命丧于此，接着便被奈奥祖复活，成为了强大的地穴领主，沦为天灾的奴隶，肆意屠杀着自己曾经的子民，直到把剩下的尼鲁布人逼到地下深渊，蜘蛛之战才得以结束。重生之后的阿努巴拉克依然有着生前的记忆，性格却和之前大相径庭，完全成为了巫妖王的奴仆，一方面忠实拥护奈奥祖的命令，一方面嘲讽着尼鲁布人的愚蠢。升级成为天灾使臣后，阿努巴拉克便听从巫妖王的命令，迎接了当时远道而来的死灵法师克尔苏加德，并带他参观了亡灵要塞纳克萨马斯。待老克成佛归去后，阿努巴拉克便继续行使着他的使命，守护着冰封王座。接着东部王国发生巨变，巫妖王的邪恶计划被克尔苏加德执行得非常顺利，被选召的继承人阿尔萨斯也终于到达了诺森德大陆。已然被逼入绝境的他毫无抵抗之力，由于冰封王座之上的裂缝影响，阿尔萨斯的力量几近枯竭。幸运的是，阿努巴拉克及时赶到，登陆战天灾毫无悬念的取胜。可没过多久，愤怒的凯尔萨斯也赶到了战场，轮番的法术攻击让天灾全面溃败，阿尔萨斯也身负重伤。强大的阿努巴拉克立刻建议放弃地面行军，转而穿越废弃的艾卓尼鲁布古王国，虚弱的王子便立刻跟了下去。经过几个小时艰难缓慢的跋涉，他们抵达了大门，可刚进入他们就遭到了攻击，十几二十个蜘蛛生物从黑暗中骤然袭来，空旷无边的洞穴中充满了尼鲁布人的刺耳嘶吼。阿努巴拉克便冲上前去，只听那恐怖而空洞的声音吼出的战吼，惨剧便降临在他过去的臣民身上。几条腿分别行动，扼住猎物并将他们刺穿，并用凶狠的前爪剪断敌人的肢体。腐败的空气中一直充斥着惨叫，吓得阿尔萨斯都不禁打着冷战，强作镇定，只想坐下呼吸一会儿新鲜空气。可阿努巴拉克却径直走到他的面前，停下来苛责地盯了他一会儿，便毫不客气地催促阿尔萨斯赶紧赶路。王子无可奈何，只得瞪了眼前的怪物一眼。后来阿尔萨斯爬上了王座，登基成为新一任的巫妖王后，阿努巴拉克便接受旨意回到了尼鲁布王国地下，重新镇守着通畅的地下城堡，和克尔苏加德相互呼应，一上一下镇守通往冰冠冰川的道路。但不幸的是，驻扎龙骨荒野西南部的部队是萨尔麾下最强的精英禁卫部队库卡龙。尽管他们经历苦战，但还是攻下了蜘蛛王国，灭杀了阿努巴拉克。再加上联盟第七军团攻陷了科尔苏加德镇守的纳克萨马斯，誓师大会银白联赛便开始在冰冠冰川筹办。为了给银白冠军们一个特大的惊喜，巫妖王便再度复活了阿努巴拉克，挖好大坑等着埋葬他们。不过银白冠军们还是更胜一筹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而阿努巴拉克则和他的同僚克尔苏加德一样，依旧死得那么随便。不过同样作为最容易重生的角色，不知道银白冠军们是否毁尸灭迹的足够完全。那正史就到此结束，这次想多讲一些虚头巴脑的猜想关于阿努巴拉克的。其实暴雪对他的角色塑造可谓用心良苦，法老王冠般的头部装饰，圣甲虫的外观，亡灵守护者阿努比斯的名称前缀，蜘蛛王国的国王，无疑是在给他塑造一个宿命的内涵。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可以扫描右边的二维码点击订阅，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页面搜索甘蓝 TV 几个字关注，获得第一时间的推送。
还可以在新浪微博关注甘蓝 TV 的官方频道，也是一样的哦。